读书的时候，因为离开台东，那时候那个火车它还会那个噗噗啊，有笛声啊，那时候应该还是煤炭吧，对，啊，他做了这首歌，然后当时他做了这首歌，然后在台东的各大学校就变成那种。校国歌什么国歌？校园民歌啊，就校园民歌啊，对，大家都会唱，都会，对，但每次好，我就交给你了，交假的五号了吗？假的五号。哇，认真的表情，有没有看到？眼泪，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啦。笛声响，即将离别故乡，不由忙，轻轻挥动。我是来自